嘟嘟嘟嘟嘟，这是要给我砸脸吗？这个人，两个，有想法。真肥呀！怎么空气墙啊？这个。哼，你赖皮，赖皮，赖皮鬼，打不过就跑。上面还有。你以为你飞上面我就打不到你呢？哎呦！嘿嘿，哎，跑啊！你再给我跑！再给我跑试试啊！啊，跑啊！还跑不？哈哥的，还想跑？
头都给你打歪。这箱子都被开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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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开个箱子和做两杯茶就可以下去了。要不然丢了丢了丢了，不要了，丢掉丢掉。装这么点儿这个包太小了。补偿可以拉一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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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新的三级甲。走吧，差不多了，该有的都有了。我们去哪里拿个车呢？这个车应该被拿了，感觉他们那些打野的应该会去拿。我们先去小 P 城，去 P 城，走，直接飞 P 城。门被开了哦，门开了，车还在。他要拉车，我吧。喂，小姐姐。什么？你怎么在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你队友呢？我队友离我太远了。那队友在前面呢？那不是我队友。那是谁？我队友在废墟。嗯。你队友在废墟这么远？嗯。哇。那为什么不和你队友一起呢？你不用来救我了，你太远了。你甜吗？我不知道他这有人，他躲的，我怎么没听到脚步呀？我在这搜半天了，都没听到。因为我从天上下来的呀。哦，好吧。嗯，你很甜吗，小姐？不甜。我感觉你取的名字就很甜。哎。你是你男朋友在和你玩游戏吗？不是，
那你男朋友呢？你男朋友放假都不陪你玩游戏啊？真是那个，分手吧。前面好像还有人哦，刚才开了一枪。钱不没改，我操！762呢？刚才开了一枪的呀，老六，那就不找他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个车。是个双人车，这应该是那个小姐的队友，可能是。你们是那个小姐队友吗？你是那个小姐队友吗 ？Hello， 咋了？哎，这个名字好像不是那小姐，不是，好像不是男的。打错人了，哟吼，哎呦，干嘛呢？吓人！总乘车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这个大帅逼送的办卡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兄弟，千万不要客气啊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啊，当自己家好吧啊，这什么？什么飞机、火箭那些啊，都不好意思，千万不要客气，随便刷啊，使劲刷。加桶油。呀，没水了，看我单手开车。哎呦，没装到。
谢谢亲忙送的办卡，有点较真啊，前面可能有人。我们来加一首这个空投，谁捡谁死。不吹不吹不，我找来这里。你想偷别人？兄弟，他们要队友还没上车呢。蛇皮马在走位，嗯，别怂啊。舔队友包就过分了呀，你也是疯了个寂寞。对了啊，兄弟，我的子弹还没捡呢。好像人不多，哇，这两枪头秀啊，叫队友了。是你队友呢，
我以为你不带动的呢。这个还蛮肥的，这么多雷，我这捡的什么样子就捡不下了。这才90多发子弹，太少了点吧？这怎么够打呢？哦，它里面还有，刚才看到了一把 AK。要包不要？换M4，我不，我就不换。哎，哎，有M4我就不拿，就玩。进圈进圈，还有9个人，四合院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油了，我去！哇，刚好停到了这么尴尬的一个位置。伏地魔，这个原产地啊，这是伏地魔原产地。都难受了呀，没车。那个摩托，那肯定是有人的。那这个马克兰皮肤还蛮好看的。有个车去了。飞挺高，没事，我不开枪啊，他们应该不知道我来了，悄悄的摸过去。就把头给他打没。这个烟封的好啊。直接自闭烟啊，我这可以放心的平地干呢。他把自己干倒了，我操，牛啊，牛啊，又把自己给补了。牛啊，好家伙，一个雷把自己队友干倒，把自己也补了。别慌嘛，我操，你慌什么？你看你慌的。队友心态崩的呀！我队友想，我操，你什么个，哇，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自己自理就算了嘛，你还要拉着我？前桶油。嗯嗯嗯，把油加了，还有4个人。哎，这把没狙啥呀？没狙到几个人，哟，后面趴着一个，
尴尬的一批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在。哇！我在干什么？我在想啥呢？我的这憨憨铁憨憨，你看我别这么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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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说呢，这怎么飞船上都没人跳的，奇了怪了，原来是双排。哦，这下才对吗？这才是飞船吗？是对啊。抢个人头。穷啊，这个箱子。从那个边边摸过去。心跳呢？
快点。干嘛？不补，我就补。哎，哎，有人投，我就不补，我就玩。你也想舔包吗？你舔不着。快点，快补了呀！快点呀！我不，我不，我就不。嗯嗯嗯。你单身吗，小姐？你别蹭我呀、啊！别蹭出事儿了，大家。你好灵活、啊，嗯，哦，别放我兜儿，天佑，是哪个呀？别放我兜儿吗？啊，是这个。哎，下面力量，别收了，这楼里有人呢，赶紧上来。两个呆子吗？不要有机，换掉。飞船上指示没有啊，他有卡的，这俩有卡。队友我没补吗？队友没补。你把他们一整队一起打死的话，他就是指示的。把箱子都开了吧，应该。这个还没开呢。压箱不要了，等一下去做两杯茶。大菠萝，哇，这下面还有这么多盒子呢，真惨。要用宵夜嘛，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宵夜啊，比如说你想当伏地魔啊，你想
那个啥，不被别人发现，你就拿个宵夜。那枪口的火光啊，基本上是没有的，既不影响压枪，也能隐藏火焰。像我们这种直接喜欢站着撸那种啊，就拿个补偿就行了。拿个车走了，河对面金三角。哎，直接这边吧，大仓，感觉飞不过去。有一个蹦蹦，变身，走，捡个空投，拿个三级甲。哟吼哟吼哦哦，这里也有人，让他们打架，然后我坐收渔翁之利，让他们打起来，让他们打起来。他喵的，我叫你们打起来，没叫你来咬我呀！你是有毛病还是咋的？这房区有人你不咬，你咬我干嘛呢？嗯，他喵的，这房区是我队友，咬他。哟，你这是追上我追上影了是吧？行，来嘛，追我。好，你欺软怕硬。把车停在这儿，给他招一下，先给他招过来。不来了。真的是有点毛病。守了两个，我人头没了，我得帮一下这边的。现在是三组警力啊，我得让情势均衡一些。